大家好，我是重庆的月恋。大家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问一下，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小新。啊，你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义务保护女生吗？当然有义务，因为这个比较危险嘛。那你说你会保护她是，如果说你知道她选择了错误答案的话，你会劝她跟你选择一样，还是会跟她一起为了保护她？如果劝我是正确的话，我就会让她过了。哦。这就是属于单刀直入，所以阿超哦，学到一招，对不对？单刀直入，不要老问问，其实我永远没有答案，不是这样，错就好了，好吧？好，那接下来来，三位请听题。白公馆是四川军阀白居为自己修建的郊外别墅。是因为白居易的号叫香山，而白居呢自诩为白居易的后代，所以取名为香山别墅。 B 四谷呢这里杏花开时，其浓郁的香味使整个此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香山，所以取名为香山别墅。来，十秒钟计时开始。来，三位请选择。在商量啊，你们能告诉我们你们在商量什么吗？就是在想白居易他的号到底是不是香山。白居易的号是香山，他就选错了。哦，那就选错了啊。哦，不能改了。保护一下自己吧。来看结果。一赞，三家，七八，好，来，李森，十个，八九。